嗨，我们是林家父子，我是林二郎一号，我是林二郎，他是林二郎二号，我们要来爬山了，拜拜。好，本来要爬这座山，结果因为水源重地禁止进入，就不能进去了。好吧，拜拜。长今天没有爬到山，于是我们决定绕这个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建筑物走一圈。不要讲讲，他有名字的，我们等一下拍。他的名字、啊？我们刚有拍到他的名字啦。现代什么？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上去看。他有名字的啊、哦。不要乱这样讲，人家房子要卖很贵。那这个建筑物呢？我们从它后面绕过去了，哇，它竟然还有假山、假石、假水池，水池当然通常都不会装水，水池装水很危险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从它后面绕一圈过去喽。不知道是因为有水源地的关系，还是因为住宅的关系，这里的路道竟然有监视器耶。登山的时候，如果可以照原来计划，当然是一种乐趣。但是偶尔被阻挡，没办法登山，也是另外一种乐趣哦。当然，旁边那个可能不太赞成，来给我一个不爽的表情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暂停。